你们会买这个群星音节转蛋，是不是？我按不下去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丢脸？没有有常识哦。我没有。这个群星音节转蛋炮姐是没有 PU 的。不是，我至今还没氪过金哎、欸。没事啊，不然你就这样好了，你就氪那个最便宜的，你抽1500陪我们抽这个音节转蛋。不是，我陪你们抽这个音节转蛋，说的好像你们这个音节转蛋抽得到炮姐，你们就抽，我就继续看。你要按下去啊！我这里是无客的尊严，你知道吗？我玩了这么多游戏，我一直看过你，里面有常识，你是不点下去的，你还能说懒猫吗？你认错人了，好狠啊！哦哇！哎呀，你是谁？他现在很多人要养啊。好了，也是啦。那我们这边就先开始，我们先开始。大王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这个十连按不下去的原因就是你没还钱。哎、欸，我真的要出货了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有还给露米讲啦。YouTube 的那个水单没那么快，好吗？我已经7000多块了、欸，7000多块，你是欠我6000拖这么久，看到 Lumi 7000直接丢，子瑜没有，子瑜啊，哇哇哇，7000多了，右边一点，哎呦，我操，哎呦，哇，你这个精彩耶、欸，偷米，我操嘞，偷主播，跟我今天这就是我的一天呢、欸，这就是我的心情、欸。没事啊，你那个 B 动我还没出货、啊，兄弟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哎、欸，贝利梅怎么抽到水塔呢？不是哦，哎呀，可恶！我刚以为我要出货了，结果变成这样子了。哭吧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！一个光王子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我应该可以加一分吧？至少是。我们有算分数的吗？我们有算分数的，是不是？没有没门，抽到就算你的。偷主播，你先帮我们解释一下，今天这一池到底要抽什么？今天这一池就是要抽我们这个全游戏最自由的女人啊，我们的炮姐。最自由的女人。弹射世界队伍有分很多体系，其中有一个体系就是强力弹射，就会用到我们的炮姐。只有这个体系是6种属性都是同一个板子，其他的队伍都是要额外去抽的，所以这一队是最平民的。所以他才会这么强、哦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抽这个吧。我要外岔，我要外岔。上次是大丸跟聂宝外岔，对不对？这一次我跟大丸外岔。如果、啊、你不要提到我，你会怕是不是？你现在是不是会怕？你现在是会怕？欸、不会啊，来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外岔。如果你先抽到，那你欠我的那两单就不用还。如果我先抽到，你欠我4单。哇，你这么刺激哦！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来啊！我先说啊，这4单我要怎么还你？不是直接汇款给你，也不是直接抖内给你，是去Lumi讲的直播抖多少？2690乘以4，11000。OK， 不能抖他那他的Lumi那边。可以啊，我让你2单抖他那边，另外2单汇款给我。成交，大王，我们比第几抽哦？不能同个十抽，同个十抽也要看他是第几个出现。没有问题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马总，哎、欸、等下，那你们五个，你们那个，等下，我们这个是外差，你们我们五个到底要干嘛？就请吃饭嘛，没什么问题吧 ？OK， 没问题啊，就啊，其实怎么随便嘛，就是反正如果有缘分，我们五个真的出来吃饭那一天，反正我跟你们讲。你欠这单，你只要不还，迟早会被另外4个人一直消费。哎、欸，那个谁还没请吃饭啊？到底什么时候要还？没关系，迟早要还的，你一定要还的。干聊天是来的，聊天是说，如果我是男的的话，我就懂神哎、欸，因为我是赖皮猪。出发。赖皮没抓到，超过分！哎、欸，我还有机会哦。你就说啊，做做效果啦。做效果啦，做做效果啦。先来。这个是第一个失联吧、哦？第一个失联。我发现我要专心盯着懒猫哎，我也在专心盯着大碗哎、欸，我要专心盯着你、欸。没事。哎、欸，没开。哦，有没有来一个撞一个撞一下？大碗怎么了？有！干、啊、的是你哦。哎、欸，哇哇，我左右两边，我哎，贝、欸欸欸、利梅是怎样啊？好贵。贝利梅哇，贝利梅。我不是赖皮猪了，谢谢大家。你们也可以休息了、欸。没有没有，你这一次中不代表你前面没赖皮。做到 ，yes。上帝怎么永远这么不公平啊？他怎么赖皮已经跑完了、欸？不是，我已经连输2局了。没事，第二轮我们的 OK 大战前2次都是我输哦。没错，第二次，鬼，不要当最后一个就好。谢谢大家，第一名、第二名是一样的。来。不要！老猫不要！哦，我还也各位观众，干死蛋，谢各位，带走。
四单，恭喜！各位观众，你们看到了吧？剩下有氪金氪最多的三个人还没。没有花钱吗？我氪金好不好？我今天有先氪两单呢。跟我们比的是花魁池吗？大丸。我刚刚说嘞，哎，蓝猫你自己抽第一。难道又是我？恭喜恭喜大丸四单。我后来想了一下，还好啊。因为就算老猫不跟我要这两单，我还是会都给卢米讲啊，我又没有差。你，那你还是欠我两单呢、啊。给他两单，对。可是你要赖皮，继续赖皮。做做效果啦。又舔又舔。对，今天我跟那老猫也才认识几年而已，他就一直要我要我要我磕要我磕要我要我懂要我懂哦。要他出来一下。我现在，你们要做个法，做个那个冲开啊，或者是去厕所转一圈这样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碰一下，碰一下，不能再当水鬼了吧，各位观众。输了，是吧，兄弟？25，35。宝宝，25吧，你这都25。哦，25。哎，宝宝，我们先把那个 OBS 关掉，先避个风头吧。我觉得这里怪怪的。那怎么已经有人看旋转了？宝宝，宝宝，开始摆画面，开始做法。你们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画面是什么吗？就是上香。现在真的上香喽！宝宝，我们早点停止吧。哎，宝宝，我们一起出货啦，一起啦，一起啦。井里面的有一个编辑编辑设定。哦。宝宝，你等等。哎，我有。念吧。哎呦，哎，念吧。哇，精彩！我跑！哇！哇！啊，冲到火狼哎、欸，太欧了吧！又火哎、欸，哇哦，连个狼，哦哟，弹起来，这是很帅哎、欸。哦哎、欸，我跟我宝宝有没有感觉很害怕？他脸哎，怎么可能？你又不是光炮哎！哇，你好扯、啊哦！大王好鬼哦！哇，大王你真的很会抽哎、欸！更扯的是什么？来了，全歪掉，从未飞过。哇，哇还来！还有，哎、欸，你四个哦，四个很强哎、欸，我四个都只看过四个，好扯哦，我从来没有看过。宝宝现在很害怕，宝宝现在那个心脏，哦，扑通扑通的跳。完美回避，太强了，大丸。可恶，60，60，60，你跑 ，go， 来了，宝宝不是吧？哦，哎呀，宝宝这个回避也是不错，风骚走位，风骚走位啊！我这边有一个那个赌盘的那个赌神，他直接说。大丸不太妙，那封赌必输吧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什么搞不是搞完啊，那个忠诚点数我设一个那个什么 VIP 100多万，我是随便乱设的，干他一路用50000赔到100多万，在一天。那真的假的、啊？不好吧，兄弟，别来我啊！我感觉，哎、欸，宝宝，哇，宝宝，宝宝，啊，哦，宝宝先行一步了吗？哦，有料，哦，有料，没事，先把该抽的抽到手。不是，懒猫是已经赢了，然后开始在玩 OBS 的各种功能。哎妈的，不是皮眼的，干要等很久哎，一直在皮眼呢。来，宝宝，跟你说再见。左下角家园，左下角零，哎来了，对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中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宝宝走位好啊。我这个打龙也是曾经飞韩最强打野的走位呢。对啊，他们这每一颗球都是飞可走位啊。来了，各位观众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刚刚还出现很多，大家一直玩弄我，你看。嗯。宝宝，我们多少了？没事，我们继续。我忘记了，30000了。战斗。哦。我跟宝宝那个弹珠台到底怎样啊？哎，恐惧吧，战斗吧。左下角画面很乱，宝宝战斗吧，恐惧吧，宝宝战斗吧，恐惧吧，你很会抽呢，太强了，大丸到底几个五星啊？哎，五星多到不想数了，已经不想数了。你抽到超多的，哎，面包，我也来了。骗妈妈数一下，爸妈，漂亮，漂亮！哎，那我这个，还有，我没有了，爸爸，哎，大丸，你也是 up 脚，我也是 up 脚，我们都快交吧。我们快点，我们快点帮大丸摆一个阵型。我摆好了，摆好了，你看，我已经帮他了，我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颜色？哎，宝宝，你别得意啊，我这三抽抽到还是你输哦。我们先把大丸放最大，快点。我这个三抽抽到，我赢哦。还有机会啊、哦！还有机会拉尾盘，哇，又是
来了，放尾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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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用那一颗。哎，不是左驾，左驾怎么这个？这是怎样？大叔在哭是不是？虽然你们都有了，我还是不能放弃，我再努力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就干到底啊！我光冒现在就是干到底，不停，干到底，绝对不停。如果我叫你给我冲，来了，谢谢大家。还有。哇，五个玩家跳台，好狠哦，又中嘞！我们今天跳台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今天应该不会是输最多，然后多欠两单，又要请吃饭，还抽不到光炮。哦，啊，我就不信这里抽不到啊！来了，那个滤镜。哦，滤镜。对，我跟上你们了，并没有。真的吗？我还没调好哎、欸。做得好。再等一下，好不好？漂亮。怪怪的，怪怪的啊！干你他妈的 ！I pay assassin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朱布 TPA Wins。哪一个了？你干嘛？最棒的彭年。我是最棒的，没错。哇，来啦，碎啦！终于了吗？终于了！居然没有。这。哎，罗你那个有用哎、欸。有，我帮你有没有颜色都回来了，颜色都回来了，有没有感觉到？弄回来，颜色弄回来了，以前的守卫了，是不是？贝斯是飞恒，之前阿叶 TBA Wins， 原来是要叫出这个最美好的回忆啊！去哪学会这么多毕业技巧？我先说，我这餐要请之前的话，前面还有贝利梅欠我们一餐，伦也欠我们一餐，你们两个请完才轮到我，合理吧？我随时准备好，我之前只要贝利梅欠我们一餐就好。阿梅先请，再轮到懒猫，再轮到我。OK， 后面我得跟你说一下，你可能要等一阵子。我要等一阵子是不是？我那个不能一起吃吗？你们那个欠的不能全部合在一团大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有道理哦，有道理哦，这个好像蛮有想法的。之后那个疫情好一点，我们去吃一餐大的，然后我跟懒猫、贝利梅三个人付。那 Tommy 很赚呢、欸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哪有问题？哪有问题？没问题。好了，那就等疫情好的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去开吃，也会拍照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证明我们没有唬烂，我们真的有还。那就先这样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感谢感谢。阿伦，等下伦，你那两单，你希望我汇给你，还是亲手交给你？亲手交给我，请你亲手交给我，你就继续拖，下一次就变四，再变四单，然后再。之后有什么？我随时会出现。我没有，我有可能会先抖，抖完我再跟你讲，好不好？我可能哪天心血来潮就先抖了。你说卢米的吗？你可能我会先抖，然后跟你说，我抖完了，我可能会控制不了自己，哦、好不好？控制不住我自己呀、啊 okay 哦？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东西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没有，说我可能控制不了自己，自己就先抖内了。好了，大家拜拜。好，啵啵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妹妹讲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练习唱歌。练习唱哪里？妹妹讲，天才。嗨，天才。哈，妹妹讲，天才。我是天才。妹妹讲，天才。我是讨厌。对了，明天再努力。